欢迎继续收看上关心地方的婚姻新闻。婚姻科技大学地贵农业分区研究中心结合在地企业产业，成功开发出地贵农场管理系统，同时得到经济部国家产业创新奖以及台湾永续行动金牌等两个大奖。未来透过地贵平台，会当详细记录鸡仔为养殖到产地的详细过程，除了会当提升鸡肉品质，更让消费者会当食了安心。伫婚姻馆所饲的鸡仔占着全国正高的比例，由于协助产业的发展，婚姻科技大学伫婚农业分区研究中心也来开发出养鸡溯源平台，同时来得到国家产业创新奖以及 TSAA 台湾永续行动金牌等两个国家级别奖项。我们希望能够整合养鸡上下游的厂商，在一个非常数位化的一个平台上面去做一个有效的管理。但重要的是，我们也兼顾到食安啊，能够让我们所有的，不管从我们的源头的这个鸡汁，到我们的这些原物料啊，到我们最终的产品，都能够做有效的一些食安的管理啊。那另外，我们可以把整个供应链的这些厂商呢，能够做一些联盟啊，能够加值，甚至协助他们做一些推广。有关饲鸡的产业，会当讲是相当的快，其中包括为鸡农来补出鸡仔仔。饲养、饲料、疫苗，以及甲加工物流等等，虽然大家拢会来追求产品入列，但是因为各厂商的资讯化无同，因此就无度来特地管理。为此，透过即摆婚姻科技大学所开发的系统，对通消费者来知影个过程。那透过我们的土鸡便当，你只要扫 QR code， 你可以看到这一个便当它来自于哪里，这一块肉它是哪一只鸡生产出来的，然后经过了哪一些工序，最后来到你的嘴巴里面，消费者的嘴巴里面。那希望的就是希望消费者能够吃到健康、安全、安心的。透过婚姻科技大学养鸡溯源平台来整合各饲鸡产业的上下游，虽然过程是较复杂，也来增加一寡成本，不过虽然当来提供消费者更加安全、有保障的食品。这一套跟溯源这一套要还要从我们整个全部的话，就是用第一个阶段就是生产端，生产端这边要做到生产履历，生产履历就达到一个生产的标准，包括它预防打针，预防打针跟药品的使用，都要有一个履历要展示出来。有一些需要者，他就肯付出，他价位高一点，他一定没有关系啊。为传统的饲鸡啊产业来加入科技的帮助，对了在地产业品质会当来更加提升，未来消费者也当来食了更加安心。记者讲李长波道。